会上奔中山，既收其辎重，得上印绶，节钺及衣物，以示其家，城中公举。配兄子荣守东门，夜开门内太祖兵，与配战城中，生擒配。配生气壮烈，终无恼死，见者莫不叹息。遂斩披击之。赐高干以并州将，复以干位刺史。注一典论曰：盘长而贵，上少而美。少妻刘氏爱上，数称其才，少意其其貌，欲以为后，未显而少死。刘氏性酷妒，少死，将尸未毕，宠妾五人，刘进杀之。以为死者有之，当复见少于地下，乃头没面以毁其行。上又为尽杀死者之家。注二英雄纪曰：纪字元图。初，少去董卓出奔，与许攸及纪聚义冀州，少以纪宗达有计策，甚亲信之，与共举事。后审配任用，与纪不睦，或有谗配于少。少问纪，纪称配天性劣质，古人之节，不宜移之。少曰：君不恶之邪。纪答曰：先日所争者私情，今所臣者国事。少善之，足不废配。配由是更与纪为亲善。注三魏史春秋载刘表遗谈书曰：天堵降害，或南阴流，孙公卒允，四海道西。前印成统，遐尔望，前欲斩不履立，以头盟主，虽亡之日，犹存之怨也。何物清明非于干金，无极由于二垒，使古公分为二体，被履爵位一身。其三王五国，下及战国，父子相残，盖有之矣。然或欲以成王业，或欲以定霸功，或欲以显宗主，或欲以故。四未有弃亲及义，其本根而能重业绩功，垂作后世者也。若其相负九世之仇，是盖族寻免之事。是故春秋美其义，君子称其信。夫国由之恨于其，未若文公、太公之粪曹，宣子之成业，未若人君之计同也。且君子之为难不是仇国，岂可忘先君之愿，细致亲之好，为万世之戒，宜同盟之耻哉。冀州不避之，既已然矣。人君当降至入身，以匡国为务，虽见增于夫人，愿使老有娘天。上帝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：我获罪于天，无所导也，所作所为则罪了上天，又为天理。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又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，只有天最高大。天孔子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一天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情浮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以其所不能。道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交响万物，无不知其名。响名曰道。心静心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自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得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
但是老有娘天，上帝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，我或嘴于天，无所导也，所作所为则罪恶上天，又为天理。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有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又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，只有天最。
是老母娘天，上帝是否存在天？古人认为天是有情感能思想的存在者。孔子说，我过嘴于天，无所扫也，所作所为则罪乐上天，又为天己。那么祈祷再多也是没有用的。于所否者，天厌之，天厌之做了违背良心的事情，上天又会唾弃我为为乎？为天为大，伟大啊，只有天最高大。天，孔子、孟子思想中，天似乎也是能安排一切的主宰。孟子也说过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一天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情服乱其所为。所以动心忍性，增以其所不能，道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，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，大道无名，想想万物，无不知其名，想名曰道。心静心有一位真神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与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自己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，就得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我们要如何向人证明真正有一位上帝的存在？虽然上帝的存在不需要也不可能用人的方法来证明，但是很多人都不由自主地相信宇宙当中必然有一位冥冥中的主宰。在我们生活经验中，当我们尽了所有的努力，常常会带着希望说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当事情不太顺利时，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，天无绝人之路，若事情已经绝望了，我们只好叹其天不从人愿，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，我们会高兴地说，天地昭昭，老天有眼，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